自从2020年疫情开始，大家出国旅游的机会大大减少，很多小伙伴都很怀念那些能自由自在旅游的时光和异域风情。今天给大家觅到一处散发着浓浓法国乡村味的西餐厅——乡村马龙。餐厅位置很偏，在南桥镇，没有公共交通可以到达，只能自己开车前往。门前是一大片整齐的草坪，看得出是经过精心打理的。整栋建筑就是模仿法国田园乡村风而建，分室内和室外用餐区。凉爽的天气下适合室外，品美食看风景，一举两得。餐厅后面是一条小河和大片的水道，还有四间民宿，适合家庭朋友聚会包场。另外有一个小小的泳池，餐厅的客人是无法进入住宿区的。至于餐食的口味如何，每人喜好不同，总体给人的感觉还不错。正常的法餐口味，价格嘛不高也不算低。这盘小食148元，南瓜汤48元，海鲜饭298元。周边可以游玩的景点有上海之鱼9公里、清溪老街14公里、碧海金沙15公里、吴房村7公里、花米庄行8公里、升龙生态园11公里、海湾森林公园23公里、